立委的选情也很重要。好，我们带你看看选战倒数49天。好，现在在这个蓝军的邱毅的委员的这个候选服务处里面出现了这一委员，他是台北市长郝龙斌，他应该算是第一次南下，要为党内立委参选人站台。那么由于之前党内也传出了，就有同志批评这个郝龙斌还有朱立伦辅选不利，那么就在批评的第二天，他是不是马上南下要来辟谣呢？今天我问到郝市长这个敏感的问题，不过他不想多谈。好，大家好，大家好。周末下午，台北市长郝龙斌出现在高雄，为党内的立委参选人站台。之前党内传出批评郝市长辅选不利的声音，周末马上南下，难不成是要忙着辟谣？之前党内有人说你那个辅选不利啊，所以你才要下来吗？我尽心尽力，是，谢谢。不想多谈这个话题，紧接着扫街拜票，腰杆打直，挥挥手，大声和路边的民众问好，挂钢筋。谢谢郝龙斌，感谢你，郝龙斌拜托你。有人热情回应，不过也有人反应冷淡。机车骑士快闪离开，等红灯的民众冷眼看待，就连路过的阿嬷撇过头，假装没看见，让车上的郝市长好尴尬。赖英搬出郝市长，同选区的参选人请出妈妈来扫街。天你一个人，他忙不过来，所以我就帮他分担一下，这样子。开着可爱小猪车抢攻菜市场，婆婆妈妈抢着握手闲话家常。选战倒数，不管是手掌牌还是亲情牌，只要能吸引选票就是好牌。三立新闻周一轩、涂永泉、薛永红高雄报道。好，刚刚看到南部的选情，我们再到中台湾去。那么中台湾外传这个国民党高层也透露了，这次中台湾也是呈现很焦灼的状态，那么要比上一届看起来还要难打。中台湾出现了不少的选区，而且有泛蓝